怎么回事？哇，这条水沟下过雨之后变好干净哦。我今天准备了一只这个水表蟾，这个听说小鱼都蛮咬的。这个东西，这个我觉得在水沟来讲蛮广用的啦，小型的鱼类基本上都会咬，那大只的也有机会啊，所以我就找了一条水沟要来玩一下，好不好？那这边我刚一眼望下去，都是无锅鱼。那目标鱼最起码有了啦，吼，就无锅鱼嘛，来尝试一下哦，看会不会咬。水表蟾吼，它的蛹型就是这样，很简单，爆没有中。有又咬，哎，又炸，没中，两下有没有看到？它的蛹型哦，很简单啊，就是这样一直啪啪啪啪啪啪，跟那个爬行耳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耶，只是说它的那个水挡是在前面，不是在两侧。没有咬到，每一发都会咬哎。前面这里丢丢看哦，那边鱼感觉颇多。没中，哎，又咬下，两下，没中，没有咬到钩子啊，这边，准度太差了吧，这些无锅鱼。追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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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中了，有没有无锅鱼啊？你看，哇，鱼怎么下那么大、啊？这样还会咬吗？哎，各位，因为下雨哦，我跑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穿了雨衣啊。这里是大马路旁边，我本来是想要下课了啦，但是经过的时候发现里面有红魔鬼、欸、水沟呢，而且它那个颜色好奇怪哦，很特殊啊，就想要来搞搞看，看到不会咬这个东西，试一下好不好？魔鬼在这边，哎哎哎哎，靠腰，靠无锅鱼不要咬啦，无锅鱼哎，无锅鱼来咬嘞，靠，傻眼，再次，无锅鱼不要来，拜托，我的目标鱼不是无锅鱼，哎，不要咬，走开 ，No， 靠嘞，这的无锅鱼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爱咬路亚啦？又再咬了，傻眼！我红魔鬼啦，红魔鬼来一个，
丢下面好了，下面的鱼还没看到我，丢一下。哎哎哎哎，干干干，乌龟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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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已经知道乌龟会咬了，而且很咬你，你不要再来咬了。我要红魔鬼，红魔鬼，红魔鬼。吴国宇走开，喂，怎么回事？看，傻眼了，金姐。哦，耳朵卡住了。吴国宇掉下去了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吴国宇掉下去了，那个剩下耳而已。啊，怎么突然暴动啊？错是丢，暴动了，冲过来狂咬。哦，干，又咬去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暴动呢？这还是无锅鱼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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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疯狂的抢食哎！这吴国宇这么爱哦！哦，追追追！你看，水波水波，又来又来！我收快点！呜！哦，太恐怖了！这些鱼是这样，多饿！看到没有？有没有夸张？疯狂抢食哎、欸！那、啊、这边呢？这边也差不多啦，也是疯狂的抢食，超夸张！哎，这我再丢一发，红魔鬼来一下了，不要再无锅鱼了啊！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玩呢？超会咬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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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空钩应该也会咬，我觉得。哦，咬成这样，你看。哦，人家削嘎、欸，我来前面这边好了，这边比较好收。那个应该是无锅鱼吧？你看，咬成这样。哦，真的是哦。对了，无锅鱼啊。拉起来看一下好了。啊，对了，吴锅鱼，没问题啊，是吴锅鱼。前面这里丢丢看，这边看起来比较有希望中红魔鬼。哎，中，掉了。什么东西？哦，你看，又追成这样，乱追一通。哦，这边无过也是这样，太夸张啊啦！
哦，一整群，靠！各位，我真的要下课了。你看，现在雨又突然下起来了，不然这边是真的非常好玩。你看那个无锅鱼啊，追成这样子，我还以为是卷仔嘞，太夸张了啦！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下次见，拜。受不了。